近日，以情牵两岸、共越龙门为主题的浙台邻里节在杭州举行了启动仪式。本次邻里节活动采取线上线下互动方式，通过开展文艺联欢、参观交流等形式，进一步加深杭州和台湾南投的基层民众情感。活动启动当天，由台胞代表和台湾市民家庭组成的参访团百余人，专程赴东洲街道黄公望村参访海峡两岸交流基地，游览黄公望纪念馆、南楼、小洞天等人文景观，领略黄公望隐居地及富春山居图原创地的悠远意境。本次活动中，杭州市以富春山居图为纽带，以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为平台，架起了两岸民众文化、经贸等领域融合的桥梁。